在坐在星汉旁边的这位女主人做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杰琳。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娃娃的？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。等很久了吗？今天是情人节，你还迟到？哼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。那今天是情人节，你有买什么礼物要送我吗？我没有买哎。啊？你没买？啊！对不起，虽然我没有买，但是我有订座。订座？订座什么？等我一下下。订座一个大的你。Oh my god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兰，我是杰琳做的第一只熊熊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，在他的作品中也看得到属于他自己的回忆。这只娃娃是我们自己亲手缝制的娃娃，这个娃娃代表我自己的。虽然手工不是很细啊，可是应该还蛮有它独特的味道。虽然甘杰琳每天从中午做到深夜，一个人撑起整个网站和商品的设计缝制，几乎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做娃娃。不过他还是甘之如饴。客人啊，就是伴着我一路成长的，然后或者是他们收到作品的时候，都会跟我讲说他很喜欢啊，或者是他送给他的朋友的时候，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高兴这样。虽然说很忙啊，可是还是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做下去。Thank you.
就算你做的其实是手工，可能数量不多，但是你也不断的在创新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创新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意义？就是挑战自己啊，然后让大家感到惊奇这样子。